致这个时代勇于破局的年轻人。有人说你太年轻，巧了，我也是。年轻就不必设限，因为拿着旧地图去不了新大陆。有人说你爱折腾，巧了，我也是。在尝试中不断突破，因为用着旧配方创不了新世界。有人说你不懂隐藏，巧了，我也是。敢于直面对手，因为创新和勇气无法被复制。那些特立独行的年轻人，有人说你们异想天开，我们称之为破局者。每日黑巧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起，不破不立。燕麦奶黑巧，破局登场。怎么唤醒热情？每日黑巧。怎么唤醒行动力？每日黑巧。怎么唤醒好心情？每日黑巧。怎么都是每日黑巧啊？每日黑巧，唤醒一天的美味与健康。